刚才做了个梦啊，梦见我在那个蚊帐里边，睡觉的蚊帐里边，用那个电烙铁，烫个什么东西，烫完以后，后来就忘掉了，那个没把那个电拔下来以后，就好像随便一丢啊，突然想起来，那个电烙铁还在那个床上呢，还在床上呢，然后我要去摸那个电源的插座，一下子又摸不到。又怕那个一烫，烫到哪个地方就把那个蚊帐也烫坏了啊，急坏了啊！真的是这个不知道怎么，真的是就是那个就醒了啊！我看看什么情况？我看到那个天上，有一个有一个柱子一样东西啊，从天上滑下来啊，从天上滑下来啊，从天上滑下来。它那个方向，柱子是直的，但是那个行走的方向不是直的啊。它好像那个这样的晃晃悠悠的这样，有这样的动作下来啊，然后插到地球上一个，它的轨迹也是扭了几扭啊，扭了几扭一个，然后扭了几扭一个，然后就啪插到地上了。这样的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结构啊，同那个就是连到那个地幔上去了啊，连到地幔上去了。连到地幔上，这样呢，就是，这个作用呢是防止将来，地心引力没有一个核物质气体和地心引力没有一个那个，地壳上东西散架掉哦，是这么一个，这个是啊，刚才说一个电烙铁啊，说电烙铁的时候就是那个，那个柱子啊，从高空当中飞下来的时候啊，它是发热的啊，它是发热的啊，所以像电烙铁一样的，有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就做梦的时候正好那个柱子正在往下滑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